来继续来看云林地检署联合着二轮乡甲虎尾镇的社区，带领着十位的社会劳动者，甲是这个社区的志工，做伙来打扫着环境，希望让社会劳动者反省，而且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。这本事拢是这做社会劳动的人，甲社会志工做伙打扫的成果，将环境变甲遮清气，大家心情嘛对你轻松起来。扫完之后，感觉还蛮有成就感。云林地检署办社会劳动的专案，带几啊十个参加社会劳动的人，去到二轮分河大桥布岸边、甲在地南仔社区以及虎尾镇垦地社区志工，做伙整理环境。让我们这些社劳的同学，与地方的环保志工伙伴们一起在这个新五尾溪畔，做这个绿美化的一个工作，这个对于社劳人本身自己，他也会感觉到他自己对社会是有所贡献的。透过这个活动，合作社会劳动人在反省的同时，也可以体会到服务所带来的成就感，也可以帮助自己，也可以帮助社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萱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